来吧，调酒师的新精品海盐特调，玩跑酷会怎么样？感觉会像风一样的女人呀，因为我们有这个什么，清凉可乐的加持。看一下这把能得第几名啊？也是好久没有玩跑酷了啊。哟呼，两个调酒师的精品啊，我觉得这个精品的手感还不错啊，好像是清一色的妹子啊，冲冲冲冲冲，走内道，第一个这个道具先别吃，因为的话你一吃的话就拖了你的一个整体的跑酷的节奏往前走。他们所以现在所有人都不吃这个道具吗？往中间冲冲冲，第一个上楼梯的人就是第一名 ，nice， 哦吼吼。再往前看一下前面是什么机关。小强有点挡我节奏了。呀，给我一个球，磁铁弹他，定他，啊哈，啪了一下，走位漂亮。人多的话就很容易乱这个出手啊，小心点，不着急。虽然说咱们现在是第四名，但是实际上我们已经是第一名了，看到没有？表面第四名而已，后面的话他们会持续的发生各种的内战。看我的，给我一个球，我可以拯救全世界。哦，耶！小连弹，小皮鞭就位，小木板一勾，我过来，走，漂亮，再来一个，我过来吧你。就像阳光穿过黑夜。黎明悄悄划过天边，谁的声音穿梭轮回间，未来的路就在脚下，不要悲伤，不要害怕，充满信心，期盼着明天，新的风暴已经出现，怎么能够停止不前，穿越时空接近给我一个酒，给我一杯酒。哎呀，终于在跑酷模式里面调酒了，兄弟。哎呀，这速度不是嘎嘎的上来了，还想弹我兄弟，你给谁的？他没有，他不能有再有任何的失误哈。哎，不对，前面好像也没什么机关了。兄弟们刷把枪把他打哭。第一名是什么？好像也是个调酒师，希望他这个蹦床有失误啊。蹦床失误，蹦床失误，蹦床失误，蹦床失误！给我一把枪，把他给打晕！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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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哎呀，还是万年老二呀！耶，他怎么完成之后可以推回去？怎么回事啊？哎，还行吧，我觉得这个调酒师的这个精品跑酷挺轻盈的哈，大家有喜欢这个精品的话可以考虑一下，我觉得还不错，还不错。